球上那一支安打击出的时候，知道自己跟这个记录错擦肩而过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很可惜？当然一定觉得会很可惜，可是我觉得因为我第一次自己玩投球局，这个意义比什么都大。没错，今天呈现的这一场比赛可以说是投出他的生涯代表作。那今天同时也是你拿下本季的第八胜。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，陈彦在今年的成长上哦，不管是技术或是心态，其实跟以往来比呢，都真的是突破蛮多的。今年可以对你来说是一个相当转折的一年。那今天拿下第八胜，其实后面还有比赛，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季的10胜哦。那有没有什么话？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？就是面对后面的比赛。有机会挑战十胜就尽力去做，那可是结果不管怎么样，就是把过程都做好，然后打出每一场都打出好的比赛。再给我们陈彦热情的掌声好吗？好，今天场内经常来了非常多球迷，大家都在为你每一个投球喝彩，而且关注着你今天的表现。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全场的全朋友分享一下呢？其实我每一局下来的时候都有听到你们一直叫我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在场上，你们在场边的每一个呼唤呢，我们的选手在场中央真的都听得到。所以今后请大家继续用这样的声、这样的热情，为我们的江晨彦加油，好不好？今天这么难得的记录，你生涯第一次玩投九局，不跳舞可以吗？不可以，来准备哦！心的勇敢，用力加油！